刚至难知，你爸爸喜欢吃什么？出自一段外国小孩用中文聊天的视频，但是从气势和感觉上都像是在吵架一样。虽然是普通的聊天，但是有一种在 battle 的感觉，用最挑衅的语气说最平常的话。旁边的气氛组让这场聊天突然就燃了起来。你爸爸喜欢吃什么？哦，一块爸爸，一块爸爸。我爸爸喜欢吃米饭。哦我的爱好是踢足球。你妈妈几岁？今日是几月几日？我的生日二月二三二七三日。他爸喜欢吃什么取决于他的词汇量，等学会其他词组之后，可能就不喜欢吃米饭了，甚至中间还穿插了美式霸凌的动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骂得有多难听呢，感觉每一句的语气都像攻击对方家人，但却是在一直关心对方和对方的家人，像极了学校的英语角。好爱用爱母饭 Thank you and you。因为这段视频过于搞笑，于是出现了许多二创和模仿视频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的爱好是踢足球。星期六和踢足球。我爸爸喜欢吃米饭。我的爱好是吃米饭。我的生日是二月半。我的爱好是什么？远。你爸爸喜欢吃什么？一块爸爸，一块爸爸。我爸爸喜欢吃米饭。你的爸爸几岁？我爸爸三岁。长按点赞有惊喜哦。